旅行者该起床喽！哦，都这个时间点了，居然还在睡。今天可还有好多事情还没做呢。哼，真是拿你没办法啊。旅行者，您在2040年进入元宇宙，在这边可以尝试体验各种活动。姐姐说的没错，大家都选择在这里生活。补充的很好，在这里行娱乐大都使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。那就出发吧，一起探索元宇宙。姐姐，姐姐，是茶馆，是水果摊，好多是去看不到的店呢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玩乐、饮食，各个项目应有尽有。话说，小夏，你今天怎么格外兴奋呢？难得跟姐姐出来嘛。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的。好啦好啦，你的工作差不多到了尾声了呢。我们这里的夕阳可不输给外面的世界哟。这个世界剩下就由旅行者自己去探索咯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。哼，拜拜。